紧接着要上场的是洛杉矶乐音合唱团，指挥李慧珍老师，伴奏任文娟老师，团长张梅梅，演出的曲目《La Donna e Mobile》是意大利文“善变的女人 ”，Perhaps Love， 我只在乎你。Thank you.
Amen.